你叫我什么？妈妈。长得挺好看的，可是精神有问题。我真是你未来的儿子，你未来老公是天琪。你暗恋天琪一年多了吧？你，我是来帮你的。明天中午12点，你去楼下买咖啡。怎么就相信他说的话了呢？怎么的？陆的。不好意思啊，要不然我再请你喝一杯吧。好啊。Yes。4点半的时候。啥破书啊？去图书馆找一本叫《寻找》的书。立夏，好巧啊。是有点。儿子厉害啊，为了感谢你，妈妈带你去抓娃娃，走那边。我又不是小孩子，还抓什么娃娃？哎，顾宇，你怎么好久没来玩了？不是我儿子吗？你都还没出生，他怎么会认识你啊？嗯，不认识啊，你认错人了吧？咱们走吧，别抓了，别抓了。为什么？我还没玩够呢。你还想不想追天琪了？抓什么娃娃？走。约会怎么能空手呢？我去买束花。哎，别去花店。为什么？据说人只要相遇三次的话，就会相信和对方有缘。今天天琪会出现在……哦，这边。好巧啊。我是顾宇，我真的是从未来过来的。我和他本该在这里相遇，但是我现在要阻止这段感情的发生，因为未来的每一天，我都在后悔遇见他。